第一场，那我们讨论出来一定要来带来这首。我希望这个接下来每一个月都能够越来越好。那大家也知道，近期好像有这个 Delta 病毒入侵到我们这个桃园来，对不对？到北上来，之前原本在南部慢慢上来，可是大家不用惊慌，大家一样做好这个防疫措施，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们带来这首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们用我们的热情来让我们这个疫情赶快退散好，带来这首歌送给你们。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是 Corner Style 街角风情。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在 FB 或是 IG 搜寻街角风情，然后也要多多支持我们的花博农民市集，大家也可以他们也有这个 FB 或是这个 IG 粉专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对，多多支持我们在地的好农，好不好？来，再给我们的好农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这首《地球上最浪漫》一首歌送给你们。舍不得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
众朋友美好的下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哦，真的是太嗨了！我们全场有没有？我们呢，真的是只有这个场外的朋友呢，这是懒惰不想进来，但是呢，一样我们感受得到他们的热情。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尖角风琴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演出，现场好朋友，让我们的这个乐团呢稍微收一下他们的乐器，然后呢，待会马上就有我们的香蕉推荐活动喽，不要走开。